它叫裂戟，哎，这不以前，长得得像什么裂牙那个吗？只是颜色不一样。嗯，可能那个是从嘴裂的，这个是从后背裂的，可它可能会放毒，它是绿色的。来了个虫子，好多虫子呀！我说背上背的虫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得把这个复读的杀了。这上还有。有箱子吗？里头？地上是什么？这些都是骨头吗？嗯？哎，裂隙，对。那我快出来了，我还以为找箱子。小怪很多哈。这立即过来吧，我先把它引出来哈。那立即的招还挺厉害的。不需要我不行。我带着它，我溜一溜。我卡住了，地上怎么叫骨头啊？嘿嘿嘿，那行，回去一下。去交任务之后，我们再整备哈。